大家好，我是胡福骑射，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不是变形金刚的产品啊，我想最近官方的新品实在出的太多了，我几乎把心思都放在变形金刚上面。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换换口味吧。啊，尽管它也是一个可以变形的玩具，台湾的话叫做越南大战。那么最近几年呢，随着大陆的影音平台呢，强势的各种 UP 主的更新啊。还有一些流行的用语的话呢，也逐渐的，用合金弹头来取代"越南大战"这个名字了。那我觉得叫什么名字都无所谓啊，重点是我们都认得这个玩具就行了。当然，这个人物你一定很陌生啊。游戏里头呢，它是不能够变形的。在合金弹头里头，这个坦克的形象呢，深深植入我们的一个印象里头。这个游戏我街机版的话呢，其实我没有在游戏厅里头去玩过啊。我都是玩移植的版本啊，因为不用投币啊。那么这一款的话呢，它标榜是可以变形成一个机器人。那由于我们节目的话呢，大部分都是从机器人呢往载具的形态来做一个变形，那这一次的话，我们也就不例外了。那所以可能大家觉得，哎，好像没什么代入感，因为一开始你看到的是一个陌生的机器人。那么作为一款这个应该是属于他们原创的造型吧？啊，虽然说是原创，但是这一款玩具的话呢，它本身是有这个 SNK 授权的，所以它也是一个正版的商品啊，各位就不要存疑了啊。那它附带的配件的话呢，只有一个，这个看到这个有没有？画面瞬间冒出一句 "Heavy Machine Gun" 的一个声音就直接冒出来了。它其实是有一个作用，它是一个启动的一个磁铁装置，它可以呢触动我们这个人物的发光啊。它这个面罩可以打开，里头有一个单液啊，我们只要把这个电磁靠近一下，它就会发光啊，然后再靠近一下，它就关起来了啊。这个设计的话呢还是比较有意思的，面罩打开放下完全没有任何的阻碍。然后本身玩具的大小尺寸也是很可观的啊，比现在 L 级的变形金刚玩具呢都要来的大得多，而且分量也是比较沉重的。身上的话呢，很明显就可以看到髋部有巨大的一个金属部件，前后的话也是有这个齿轮关节，手臂的话呢这样子外侧转动也是有，前后转动的话呢声音更加的巨大，甚至大到说呢，它这个地方的关节紧实度呢，大到说这个部件呢跟这个部件两个之间呢是没有硬性的卡扣的，导致有时候它在转动手的时候呢，会让它的一个造型去破坏掉，不过这问题也不大。那整个玩具的一个弱点的话，我觉得可能吧，在造型上，可能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它的风格不符合啊。你看一下这个，再次的把这一款这个盒子的 Q 版的坦克。但是你的机器人的话呢，手脚比例都太长了，并不是一个相同的画风啊，这也是很多人去止步的，不喜欢这个机器人的造型啊。包括我也觉得说啊，确实这个机器人虽然帅，但是并不符合这个里头的一个风格，反而是多年以前啊，这个我顺便拿出来吧。TF 梦工厂有推出一款钢铁臭虫，它的载具的话呢，就非常的接近，也是很接近这个坦克的一个形象。而它的一个钢铁臭虫的造型的话呢，各位可以看照片啊，也是可能会更加符合那个 Q 版的形象。不过呢，这个就跟这一期的这个玩具呢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了啊。那我另外单纯只看机器人的话呢，它的这个履带的话，很明显啊，这块履带是没有办法再进行一个多余的收纳了，就只能垂在后面。这一块折或不折是看个人的偏好吧。然后后面的这个两个排气管，我变这样不知道对还是不对啊，反正变错也不是一次两次，而且反正是一个原创造型嘛，大家就不要在意我有没有变对了。那身上的齿轮关节也是很多，那这里后面有一块金属部件是要把它给推出来的。这个第一次，各位可能看我这一期的节目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照片的话呢，可能会有这一片没翻出来，这一片其实不好翻啊，真的不太好翻。各位挑挑，把它挑挑挑，这个实在是太难了啊！它是挑出来之后用它去抵住它的一个脚后跟抵住，所以它的一个前面的这个脚的话呢，是可以稍微故意往下放一点。这样站立性的话应该是会更加的好一点。那它的背包很大，不过呢，由于它的一个脚后跟还算有点巨大，你看我这样把它完全摆正的时候呢，倒的一个状况应该也是不太会去发生了啊。那后面屁股这个地方跟各位讲一下好了啊，我个人的手法吧，我是把它的这个液压杆的这个吸行扣啊去咬在这个地方，
因为说明书这个部分确实讲的，我觉得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那其他的可动包括拳头、指头的话呢，是每一根指头都是可以单独去做一个展开的。那么这个机器人状态下没有附带任何的武器啊，那么这个家伙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杂兵，杂兵性质的一个造型，却没有附武器，感觉有点奇怪啊。肩炮可以自由的去做一个转换。头部的话呢，那你喜欢它是露眼睛还是不露眼睛，端看个人。肩甲这个有没有像什么萨克嘛，还是什么的一个造型啊？整体来说的话呢，做工也还算过得去，漆面也是带一点消光的效果，啊。不过这个金属部件呢，可能显得稍微有点突兀，它很大块，但是在这整个一个塑胶色里头，反而这些金属部件似乎有那么一点点不协调。不过这个问题都不大啊，最根本的一个。他不可能，大家最抱怨的还是因为他的一个机器人实在是跟 Q 版的坦克可能造型搭不太起来吧。那我们来示范这一款坦克，机器人的变形过程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叫它的名字了。那我先把这一次的手臂呢，已经先变形完成啊，省一下时间。那这个手臂是变形的第一个步骤。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件呢给挑出来，再来的话呢，拳头的话呢握紧之后转成这个方向，我们呢可以先透过这个双动关节把拳头呢给握紧，给各位看一下它里头的一个形象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把这块部件呢给挑出来，转到前方来，转到前方，再来的话呢，我们把整个胳膊呢往横向来打啊，打成跟身体同一个方向。然后它这个肩甲的话，看到吗？肩甲跟中间这个部件的话呢，跟它是分开的。我们再把这个肩甲的部分呢给移到中间来，到这里把它给塞进去啊，到这边，那么呢胳膊的话呢两侧的变形就已经完成了啊，主要就是把这个履带呢转到前方来，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身体给挑出来，它的这个配色跟这个结构有点像变形金刚07年 Blackout World Class 那个 Blackout 的一个变形过程啊，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啊，先把头的话呢给往上面挑起来之后，整个部件呢可以往后面推出去。啊，推出去，整个拉出来，建议各位啊，是整个的把它给拉出来。它的话呢是这里，它有一个连接杆啊，连接杆，黑色的这个连接杆，如果可以的话呢，先把它给往后面拉，拉得越远越好。再来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胸口这一块呢给挑出来，不是很好挑啊，不是很好挑。那我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借助一下工具把它给挑出来，因为你不把它挑出来的话呢，它会去锁定住这个部件。那把这个炮管翻出来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炮管它上下有一个滑槽的，要先挑起来之后的话呢，比较好做一个翻折了啊，比较好做一个翻折。好的，我已经把它捡回来了啊。那这个地方的话，意外，把它放进去之后的话呢，我们接下来把头的话呢给缩进去，头的话往内折，收进来就可以了。上面这些盖板盖过来的话呢，它这里呢有很多的双重关节。那这些双重关节的话呢，各位就也不用特别去多做解说吧啊，就是把它给扣上去就可以了。这个，因为这个家伙的话呢，可能坦克的造型的话呢，我们比机器人的造型呢更加的熟悉，就把它朝你觉得应该是往哪动的一个形象去做一个拼凑就是了。这个地方记得把它给按下去，天线的话呢往后面推一点。那么有人好像天线拿到的时候就直接是断剑的啊，只能跟你说，为你默哀一下。这个时候的话呢，腰部旋转180度，啊，记得翻转180度。再来的话呢，我建议吧，就是我刚提过这个黑色这个部件啊，我们极尽所能的呢，把它给往后面拉，拉得越远越好，越远越好。再来的话做什么呢？把这个侧边这个部件给翻上来，这个地方给翻上来。我们接下来要做，把这个履带的话呢，再次的把它放回去。我们刚这两侧是卡在这个地方嘛，现在我们要卡到下面来。那这里卡下去的时候呢，我建议把这个履带的话呢，先把它给收进去一点，减少它的一个长度啊，然后前后尽量的把它给错位错开来，这样子，把它给滑下去。因为这里的话呢，这个蹭到这里的话呢，好像很难避免，非常不容易去避免掉。然后的话，这里有个双动关节，后面的这个部件旋转一下之后的话呢，把它给转上来到这边，往前面推下去啊。最后的话呢，再做一个造型上面的一个结合。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把履带呢给拉出来，你就会发现这个坦克的造型的话呢，已经变形的差不多了。
这个后面的原本在后面的这个裙甲这个地方跳出来，里头这两个C型扣的话呢，就把它解开，这片部件也给翻出来，然后的话呢，把这个部件往上面翻上去啊，这个让这个液压杆的话呢是往上面上去，到这儿，这里要把它给翻到上方去，这个时候就是液压杆要把它给缩到最短。好，翻出来了，翻出来之后的话呢，液压杆的话我们可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先做结合也是可以，这个地方的话呢C型扣出来，你把它给捏住，然后里头有一个连接杆在这儿，我们这样子把它给扣进去啊，这里也是一样把它给扣进去，好，扣上了啊。然后的话呢这个可以缩短，我们就可以调整一下坦克的造型。那我们刚刚提过了啊，差不多这样子，变形已经进入一个后半部了。再来就是把腿的话呢，外摆内收的位置呢翻折，前后对调180度。再来的话呢，哦，我翻这样子好了。这个地方你看到这里有一个连接的一个杆，把它翻出来。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脚后跟啊什么的都给收进去。再来把这个部件给翻出来，好，到这边。那么另外一侧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都把它给这个地方翻出去，内部这里翻出来，好，到这边。最后腿部的收纳这边的话呢，我把镜头调整一下，给各位看清楚一点。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弯腰的关节，弯腰的关节你要往上推到底，推到底。然后呢，这有个部件，必须把它给推出来，到这边啊，这样给抵住。这个空间如果不推出来的话呢，最后的这个两个腿呢没有办法做一个合并。那前方的话呢，这一片关节的话呢，这个关节是要往上面推到底的。这个C型扣如果解开的话无所谓，之后我们再做调整就可以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建议的做法是这个地方给捏住之后的话呢，就把这个大腿呢给收进小腿里头去啊，以这个方向的话呢来做一个结合。那齿轮关节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结实的一个响声啊，这个地方的话呢两侧啊就会刚好扣上，后面这个地方呢向上抵上去。那这里的话呢有一二两处，还有前面还有三四啊四处卡扣，以及最后这个地方啊这个膝盖的这个位置的话呢也有两个这个卡扣，全部都要给扣上去啊。那扣的时候的话呢，其实不是说很难，但有时候的话呢就鬼打墙啊，可能会有一处的话呢就很难扣得上。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吧是需要用一点点的一个力量的，需要有一点大力出奇迹的啊，特别是前面这个地方。但是它一旦扣上之后的话呢，又非常的非常的稳固，就很奇怪啊。这个地方四个地方都给扣上，然后的膝盖的这个地方把它给往上面卡上去，它里头啊一样是有结合卡扣的，在这边把它给往上面推，这个部分好咬合。这个地方的咬合反而是比较简单一点的。那我们刚刚不小心这个部分这个连接杆液压杆的话不小心松脱掉了无所谓，这个时候的话呢再把它给扣上也是可以的，或者是说你要留到最后再去扣这个地方也都 OK。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变形呢，我们来到它的一个坦克形态。说实在话，它的变形其实也没有说很困难了啊，只是说最后的一个塞进去啊，最后这几个结合卡扣的话呢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做一个调整，但一旦全部扣好之后，它的一个稳定性是很好啊。但是我不敢这样甩，因为它重量还是比较重。它身上呢可以动的地方呢，除了本身它有一定的一个推车的一个功能，它有一个下方还有四个轮胎可以推。然后呢它的一个炮塔的话呢不能左右动，它只能够上下动。然后呢有一个液压杆啊，这看上去质感有提升很多。那这个炮的话呢是出拿到的时候呢非常的紧，转动的时候呢会有滴嘎滴嘎的声音，非常的吵啊，所以我上了一点细油啊，增加它的一个润滑度，不然它这个转动的时候呢会发出强烈的噪音。那它的转动幅度的话呢只有这个角度啊，当然在游戏里头它可以转到下方啊，可以攻击到下层的敌人，但这个坦克的真实做出来玩具之后呢是做不到的，那你这个调到一个你喜欢的角度就行了。上面这个是类似探照灯吧啊，它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啊，不对，是一个单动关节。但它变形的时候呢，这一代的一个零件的推移都没有什么困难。其实整体的变形的话呢难度确实系数不是说很高，那分量也很沉很重。后方的造型呢其实挺好看的，后面有两个这个排气的这个烟囱。比较可惜的是它这个地方
它这个烟囱啊，只是说利用造型的缘故呢，就是卡在这个炮塔跟这个部件的中间，所以它是不会动啊，这一块部件已经不会转，那意思到了就行了啊。那后方有一个车尾灯的一个造型，那么本身的一个这个，又拿出了这个，一拿出这个 H 的话，就好像有声音出来，对不对？它一样啊，它的触动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按下去啊，这个炮的话就会发射啊，对。哎，这个有点意思啊。那本身的话呢，我再拿出海先前的这一款也是类似，但我还是提一下，这个是不是这个合金弹头啊？它是钢铁臭虫啊。但怎么看的话呢，你都能够感受到它强烈的一个相似度。那这款玩具也是刚好我有留着，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履带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形象，简直是非常接近的。那 anyway，这个玩具本身的话呢，它的这个变形，你可以说它是送的吧，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变形不伦不类或怎么样？但是我个人感觉吧，它就是一个合金弹头的周边产品。它坦克型的还是很大，很有分量啊，霸气度是很高的。变形你就当它是送的吧啊，那你这个机器人帅或不帅是看你，个人的偏好。我个人觉得是这个风格其实不搭啊，比较可惜啊，就是机器人手脚太长太帅了，不够萌不够 Q。那这个，但是单价的话，这个我是本身含运费是台币大概1800多块钱入手。如果说1800去入这一个坦克的话，当然是还是偏贵一点。但是你想到它还可以变形，你就可以说多多少少是可以补充一点点回来了啊。那买不买当然是看你个人的偏好的。那这个坦克的话呢，应该是我摆放存放的一个形态，应该是不会考虑把它变成机器人。可能这一集录完，它就永远是坦克的一个形态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听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